警员打上半，三雷加银狼。然后下面的话就要思考一下了，双解控吧，双解控加杰哥，然后挪一下位置。好，这和上一期打深渊时一模一样的阵容啊，但这个后面希尔那边打起来特别刮，就有选择我还不想这么打，但是看起来没有选择了，开刮。来，这边先上，先把终结技交出来，这样停云再开他战技时候不会浪费回复的战技点。白鹿这边的话随便 A 谁吧，银狼再随便 A 一个。好，警员把终结技开出来，魔音声，神君移动天地灭，随便 A 谁吧。啦啦啦，战术回血一波，来雷弱点给我上啊，上到了量子弱点，还是给中间主怪破防。来，战技接终结技，打出一个魔音声。赐福界龙还不用上。我一口再上来 A。私に続く雷帝よ、ここへ。好，把雷弱点给我上上去吧。OK， 雷弱点已经上好了。再补一下警员的祝福，再给警员充能，继续斩无赦。好，神君动完就结束了呀，现在可以开始充一下能量了呀，战术普攻充能。OK， 直接上来给破防。加个血，添加雷弱点。OK， 使命完成。好，赐福还在的话就平 A 了。再给追风者上亮，上雷弱点。 OK， 这次银狼弱点上的非常 nice， 都上对了。那接下来就直接等秒杀就行了，再上赐福，顺便看一眼我现在赐福加了多少攻击。现在赐福攻击力提升了646点，已经10了。银狼怒 A 一下给个破防，来神君一 A 秒了，直接一发秒掉行不行？神君说有点问题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基本也秒了。哟，这是深渊九啊，
客をもてなす。へえ、ガツンと来るやつで行こう。最后警员的战绩没有 A 出来，尬了。啊，可可利亚，啊，可可利亚 ，How old are you？怎么老是你呀、啊，可可利亚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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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到了上一期刮深渊时那感觉呀、啊。雷哥盾直接开了吧。一个击杀。两个哎，没有击杀。希尔伤害真的有点刮，哈哈哈。别说了，我小号连深渊十都还没打呀，啊不深渊十啊，连普通十都还没有打呀，那才是真的把。哦。满点豆豆。来，这我直接从中间开始吗？算了，还是从小怪开始吧。哈哈哈，不是深渊，是普通十一，但问题不大，还是再刮一刮小怪吧。不刮小怪也不好呀。来，杰哥再开盾。我小号也还在摆的过程中啊，还在继续摆着呢。好，这边再斩这个小怪，斩重置，斩赤红。帮我希尔解出来。啊，开吧。好。正义はここに。正义的普攻，把你的豆子给我交出来。从他身上打了三颗欢乐豆。杰哥继续开盾。啊，还是和上一期一样的打法吧，先速拆这个外宇宙之兵，拆了兵再去拆可可利亚。啊，希尔又被冰冻了。为什么我要说又呢？先拉希尔，好，布洛尼亚增伤，希尔大招，大招开完，等希尔这里动完再开杰哥盾呢、啊。这样可以让杰哥的盾持续时间稍微久一点点，就卡在希尔行动以后，不然希尔这一轮的话也会吃一回合盾走啊。在纳塔莎这里开盾，好的，哎，把学一个补上来吧。可怜的杰哥又被冻了。深渊的冰冰乐透心凉组合啊，全员被冻了呢，好痛啊！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娜塔莎可以补一口啊，那就问题不大。
可以补一口，但这里我要是单拉的话就有问题了。这样子吧，给杰哥。好，然后这里上来补一口，把这个技能给交了吧。好，卡在中间补一口，抬回到安全的血线，然后杰哥继续开盾。OK， 这回合希尔可以斩掉这个了呀，斩！接下来就收拾可可利亚了，问题不大。啦啦啦啦，没办法，遇到这个深渊冰冰乐组合，我不上双解控，不上盾奶，真的毫无安全感啊，就有一种随时快要暴毙了的感觉啊，太黑人了。来，这边直接终结技破这个，好，破掉啊，接下来就直接秒可可利亚就行了。我的希尔是满血吃一波大之后不会死啊，可以满血吃一波大不死就 OK 了，就随时注意把希尔的血给补上来呀，该补就补。好，这里吃一波大，然后马上开大啊。什么叫阵阵好啊，杰哥开盾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来，增伤开出来，斩掉可可利亚。剩下那根标枪就留下来帮我们回复能量就行了， AOE 帮忙充能岂不美哉。好，又帮杰哥冲出一个大招啊，美滋。这个有杰哥盾就不用去补血呀，在杰哥没有盾而且杰哥被控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一下血量，一定要保证希尔是满血，希尔倒了一切都没了。啊，可可利亚大概再打一个三到四下就 OK 了，三到四下带走。好，这里把血给补上啊，这里可可利亚马上要开 AOE 了，把血给补满，吃几下 AOE 保证希尔不死。 OK，希尔不死，那可可利亚就没了，带走。挑战成功，三星到手。